啊，发个福袋，福袋。对。抽烟的钱没有。可以点一点啊、哦。哇，你文章很好啊！不推开一扇门，怎么认识一群人？有时候一个选择就会改变一生的圈子。如果你不去尝试改变，生活就只能是原来的样子。你是复制的吧，老板？啊。这个福袋怎么发的？当初老板退出文坛，我是极力反对的。各位老板，我给你们发个福袋吧，好不好？感谢老板点的粉丝灯牌啊！点赞就可以抽取福袋了啊！它是一个完整设置啊，好不好？感谢送的粉丝灯牌啊！粉丝那粉丝群里面，抖音粉丝群里面好像可以那个领取两款视频啊。对，各位老板们爱心点一下，到现在才1000多。你看我们拼不拼，各位老板、啊、杨老师马上就来了啊，刚从西安回来，我们就给你们直播了，刚那个刚分好区啊，刚分好区，对，收场，杨老师在忙着，马上就来了啊，然后你们点一点，你们爱心点一下，对，我们点的快，你们爱心点的快，好吧，各位老板，各位老板快，提上一道就给你了是吧，冲一下好不好，老师，杨老师马上就来了啊！在这里面，咱先把爱心破10000。老板，你没发了，我就不过来啊。嗯。我也刚从西安回来，你是不是前两天在西安学习的？给我老板快，每个人点一点，冲一冲，马上就点上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点到10000。可以让庆姐来点哦。长安又学习了啊！哦，你在西安呢？我说你怎么会知道组合呢？我们的组合呢？快，想到庆姐拿的，点到10000。啊、哦，粉丝灯牌也没有。对，各位老板爱心点一下啊。是的，我们先破3000，好吧？对，我们先破3000。各位老板，你对我好一点，我也对你好一点啊、哦。因为我们要做这个数据，我们好1700了啊，还差1300，我们先破3000，好吗，各位老板？没有数据的话，以后就不好播了，啊，我们这个都是给你们免费分享的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哦，去西安复训，去年在杭州，啊、哦，好的。往上点一点，我就看到一个老板在这里点啊，点赞就。去年是几月份的？领取福袋了啊！西安的话，长按右下角就可以了。大都对我一点都不好，大都对你不好吗？是谁呀、啊？把他头像打开。打不开，美度大都对你不好吗？看一下，骗人，骗子，什么骗人？这是谁呀、啊？你没来吧？啊、来过了。来过了吗？有没有头像啊？去年是几月份来的？我忘了，去年来的。这个头像打不开呀，我也看不着啊。终于在店直播了，好久没播了。是的啊，我们昨天课程结束，我们就回来了。是不是看到我在点？是的，博飞。马哥。马老师，东东他们去西安不带你做饭，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各位老板赶紧冲一冲啊！虽然我们的人少，但是我们的爱心要上去，对不对？其实一个人点一点很快的。56位老板，快冲！41位老板，快冲！赞点上去的，我们也好去叫杨老师过来开播。你就这一点赞，我过去我叫都不好叫的。嗯，我过去，杨老师一问，赞点了多少了？是不是？他过来也是要点赞的，也是要等的，对吗？我们不如直接把赞点好，他过来就直接点就好了。杭州不是东东做饭吗？
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去西安，你们不带人家，是学校离不开东东啊，他是校长，离不开东东的打点啊，打理啊。石头点麻了，感谢啊，美度，快，是不是？我们站一下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坚持坚持一下啊，因为一直点一直点，它就会翻倍的。昨天咱俩刚分别，是的啊，你别说了这样子，我有点肉麻。感谢送出的爱心啊，头发都干了，还没开始剪。是的，快，你们都知道头发干了，还没开始剪。那你来剪吧。啥意思啊？不是我剪啊！直播间老板要不要让我剪？怎么报杨康老师的课程？啊？你找一下客服哈，注意啊，你想办法找一下。大周，这是你分的区啊？啊，因为这边比较严格。周周吉祥村。咦？要不要让我剪？各位老板，我给你。妹子呢？我是去年7月11号去的杭州。这个平板哦。接触到哪里？还能到哪里？来，脖子这里。哎，你拿这个。我联系。哦，你看一下。对，你去那个联系一下那个。刚刚有一个人咨询的。腹的话可以到脖子这里，但是两侧的话会短。人间自有真情在，点点红心都是爱。天若有情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来波关注好不好？好的，是的，各位老板，来波关注好不好？没有点关注可以点一下关注啊。有多少个老板？快把爱心点一点。这时候吉祥村奏起，啥意思啊？你们支持我来剪吗？各位老板，登不了。你们就想着吉祥村去登不了。但是登不了。登不了那个，就他那个手机和绑上登不上去。杨老师喝多了不能剪，让我来救场。快，感谢啊！点亮粉丝灯牌。追忆走了没有？追忆。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啊，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我啊。我是给杨老师交了68000的一个学生。不能讲这个，别哼到了。不会的。啊，68000袋大米，各位老板。我剪后面硬线为啥很大？啥意思啊？剪后面硬线为啥很大？剪后面怎么了？有硬线。有硬线是吗？因为你没有。有硬线角度太低了。因为你没有贴紧啊。对。你看杨老师在那里做，在干嘛？去除袋不够哦。就是你剪后部的时候，是不是剪收紧嘛？剪底座的时候角度太低了，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贴紧头部，它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硬线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妹妹的后面，来看一下她的后面的一个发际线的一个状况啊。发际线还可以，有一还好看。也并没有倒长很严重啊，但是它会有一点啊，各位老板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喜欢给它剪圆形底座。不能看啊，我看看你教我，不是我看你。喜欢这个模特。喜欢模特是吧？理想，等一下剪完你再来啊，剪完。啥意思？没事，他在想。这个模特很好敷的，我告诉你们。你再剪上去啊，你再剪不上去你。对，先破10000啊。是不是亲自上刀了？何老板，何三来啦。何三啊，好久没有见你了。你什么时候来手把手啊？你等了几年了？在杭州等你几年了？何三，等你等了好几年了。年初的时候你说5月份6月份来，6月份现在已经7月份了。在你在哪里？我一般我喜欢就2年，还要等2年啊？刚开始对，再等2年我都会了，我都能直播了。啥意思啊？再等2年你来学我的吧，何三。
就两年了，两年也是两年了，对呀、啊，等你两年了。哎呀！东东挣这点钱全被你们弄去泡脚了。不去啊，我那个地方我没去过呢。你谁呀、啊？你没去过？老板，真的假的？快，这长按右下角就可以了、啊。这不是物料的时候去过。现在才4200，我们点到10000啊！怎么那么卡？很卡吗？我们这个已经。连着 WiFi 了啊！杨老师今天有点事情。杨老师今天没在啊、哦，因为你们开场的时候站没点到，杨老师生气了。一般我们的长度会定到发际线的1到2公分啊，各位老板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定的啊。好丝滑。每天在现场里都是这么干的，各位老板，我也是一名做现场的托尼，和在座的老板都是一样的。嗯，这女的猛。嗯，我们剪头发都挺猛的。我们剪头发都是这样的，各位老板。哎呦，都是很猛的。做现场嘛，都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的底座结束了，各位老板。说红不得脸红的。剪，杨老师让我剪什么堆积啊？他后脑勺有点平。斜向后加圆。嗯，斜向后加圆，来，各位老板，两侧偏高，后脑勺扁平的啊，我们做现场的时候会经常遇到这种客户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剪斜向后加圆。斜向后的一个分线是前高后低啊，剪等长，一定要记好口诀啊，各位老板。剪组合啊，脱口秀。脱口秀。哇，今天千亿老师剪我指针这么多。来，投递一点给你。各位老板，快再点一点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各位老板，我都是没有。冲到10000啊！很少在这个直播间上面剪头发啊，我平时做现场会多一点，各位老板。把这个脚剪掉，哎呦，你这个脚老是剪不掉。啊？我说你有时候这个脚老是剪不掉。有时候剪不掉是吧？嗯。美度7月份来吗？好，等你啊。好熟悉、啊。到时候咱俩一起来。啊、这个美度是。他在了西安吗？没有，去年在这儿。杨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剪直播开直播了，现在还有多少人？下次啊，你们想看到杨老师剪头发，第一时间先把赞点上去。明天晚上吧，明天晚上让杨老师剪一剪，好不好，各位老板？嗯。嗯。要不然就是。楚老师，感谢关注啊！对，楚老师也是那个的。我们团队里面全部都是做现场的啊，各位老板。对，我带你去啊。全部都是做现场的。现在在火车上，你去哪里潇洒了？是啊。这个是老学员。来看一下，这底座。一般很多老板这个地方收不进去，挂耳朵挂不进去，是因为这个地方角度太低了，你角度稍微高一点、上海 它就会收的会更紧一点。能看到吗，各位老板？是的。有没有收进去？各位老板能有没有收进去？刚学完色彩回课程回去啊、经常学习的业绩应该都会很高，挺高的。是的，精不精彩？那继续我们第二品。第二片的落点啊，可以和下面的头发啊过度融合在一起，不能剪连接哦，各位老板。如果你剪了连接以后，这边就会短；如果你以它为引导线的话，上面头发就会短。所以在第二层的时候。
我们就剪一个发尾的地方可以过度融合的一个长度。如果你们实在剪不好，来给我老板看好了，如果实在剪不好，来教你们一个小技巧啊。很多老板就是我刚刚学的那个会儿啊，不是很会的时候，来给我老板看好了，比一下大致的一个长度，看到了吗？好，我们剪掉，然后再以它为引导线，来高角度，高角度来剪掉。谦虚了啊，美图。各位老板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出来啊？剪发好迷茫，迷茫是吧？不要迷茫啊，各位老板，不要迷茫，嗯。应该是没有思路。这边有点长，再短一点。你也会剪？嗯，第一次来吗，丹丹？好，来，继续我们的下一层啊，各位老板。只要是我们体系的都会剪，东东也会剪，只是他一般说，哎，我不会。东东吗？嗯。东东剪头发是。剪得怪好的，他一般说我不会。对，平时杨科老师这一块啊，他会放长一直的呀，各位老板。对，剪头发迷茫。是吧？来杭州找老杨。对。谁在打混啊？对，在看没有思路。是的啊，老师学回来都忘记了。晚上好，对，来复训了啊。各位老板爱心点一下。阿海啊，复训啊，你先破个13000，好吧？天天剪来剪去都是一样的手法，你看这你也没关注。老板，你见过我吗？我是复制的手法啊，各位老板。但一个手法能剪很多发型的、啊。复制杨康老师的手法、啊。这是组合的啊。来看好了，高角度放长一直尾啊。这不就是圆形去除吗？这不是的啊、哦，这是斜向后加圆形堆积。对，一个方法剪所有头发。对，是的。今天学你这样剪不好，剪不好是吧？我们这个很容易复制的呀。很容易复制的，老板。手把手啊，手把手。上面最后一层，一般我们都是低角度、啊。嗯。这老师剪得好，是的啊，第一次看到吧？斜向后，对啊，菲菲，剪得太短了，不短哈、啊。我们剪的就是短发啊。他脸那么大，你给他放那么长干嘛？嗯，葛老板，你放那么长，怎么行呢？嗯、来，转过来。我是第一次直播、啊、老板们。对对对。平时的角色是你们的移动支架，各位老板。美度这句话说得好，拿一双筷子能吃很多菜。这个人不是杨康老师在剪，我们是杨康老师同一个人啊。一个体系的啊，我们一个体系的，我们天天做现场啊，天天在做现场。对。头发细怎么办？头发细有头发细的剪法，头发粗有头发粗的剪法。女版老杨。我现在剪的东西全是杨康老师的哦，而且我现在做现场也全部都是杨康教我的。各位老板，跟你们说。清洁可以的，方家美业，你是不是上海的？皇家美业这么熟哎？你对老学员，我记得好几年了。对。应该是一个团队的，应该是。很多年了。对。哟，美度，你也认识他？我不做教育啊，再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我今天只是友情出演一下。哦、各位老板，平时我在门店里面也是做现场的啊，各位老板跟在座的各位一模一样啊。你气的呀？啊？这老师怎么青出于蓝了呢？没有啊，我全部都是靠杨康老师的提点啊，各位老板。是人不一样啊，手法还是一样的啊、哦。
来继续啊，来妹妹头稍微放正一点，对，好，放长一指位啊，好，和下区不连接多少公分？放长一指位啊，一指位啊，就是下面放掉了，看到没？下面放长了啊，如果不放长的话，放下来的话，它会层次太高了。来，这样看得清吗？来，给大家来个近距离的啊。倩姐剪发多少米？我剪头发吗？380是吧？对，380。嗯。好的，美动没电了。好的，行。辛苦了啊。来看一下啊。然后最后一片了啊，最后一片是低角度啊。其实我在现场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一款。你这手法可以啊，老师有没有课程？我卖的最好的啊，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我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一款短发。这一款短发我平时会给它上什么项目啊？跟大家说一下，平时我一般情况下会给它上一个轻烫，就是发尾烫，这是其中一个点。还有一个会上什么？上光线染。上光线啊，各位老板。对，然后现在，枕骨区这里现在我还没有解决啊，我刚刚只是在剪斜向后，让它两侧转角点收紧。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要解决什么？后脑勺偏平的，单独去给它做设计。然后这里的头发，哎，单独拿出来，各位老板，剪圆啊，各位老板。我平时是喜欢高角度剪圆的，斜向后加圆。对，是的，这个老板很聪明啊。有课程啊。来继续。课程7月份啊，现在最早的只能预定7月份的课程啊，7月23。继续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很多老板会说：“哎，老师，你角度高了。”会不会不圆啊？不会啊，各位老板们。然后他这样子的话，他就会。他还是有点自然卷的哦。上次说的买了线上课程的光线染，找谁要？光线染吗？光线染。你们要看吗？对。你们要不要看？要看的话。远程帮我剪。啊？远程我怎么不能剪？你们要看的话，等一下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好不好？就是我到时候录个视频，应该录个小视频是吗？嗯，也要报这个老师的课程。我现在没有课程啊，各位老板。我现在单价的话，剪发单价位在380，然后烫染的价位2700，烫发的单价2700。这都是杨老师的体系啊。对。开一个，靠，给你开个专场。给你一对一，好不好，老板？来，鬓角的话，我平时会单独的去做设计啊。嗯，鬓角啊，我有一个技巧啊，鬓角的话，长度的话啊，一般情况下，一定长度不要超过底座。如果你鬓角留这么长，就是会老气。那么留在哪里呢？留在你的咬肌这个位置啊，咬肌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，比较好看的。那么如果想要精致一点啊。你就可以剪到咬肌上面。有很多老板啊，不知道怎么控制啊长度的，来跟大家说一个小技巧，这单独给你的哦。可以先把长度定在你想要的一个位置来剪掉。好，剪掉以后，拿它做引导线，来各位老板，来单独的去拿它做引导线。哎、我坐这里啊，低一点。你坐。辛苦了，东东老板。不是，他们说太高了。看到没有？他这个引导线，我怕大家看不到，太少了。那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来妹妹投给我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一般情况下是高于划分线的一指位，看到没？那老板应该看到了。好。这是最保险的一个裁剪手法啊！来，我们放下来看一下。是的，比较好控制长度的啊。来看一下啊，那它的一个长度在这里啊，各位老板，你可以挂耳啊，可以不挂耳，各位老板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是最保险、最保险的一种剪法。
因为杨康老师他手比较稳，他上来一下就剪掉了。但是我教你们的是什么？先定一个长度，定好以后再高角度贴紧咱们的一个头皮去裁剪。能明白吗，各位老板？然后你是可以挂到耳朵后面的，可挂可放的一个角度啊。来，刚刚没有看到怎么剪的，来这边给你们看一下。是的，来往那看这边啊，大周老师，大周谁啊？真是好。这个方法啊，其实我们做现场很多老板，不知道怎么去定长度的啊，各位老板就可以这样子剪。做美甲还会剪头发，还会烫头发、染头发啊。对。不只是会剪头发啊。对。全能的啊。是的。摄影。修图。对。没有，我觉得。设计师首先你应该具备什么？具备，综合能力一定要强。你不单单是要有裁剪能力，你还要有什么？你的美感啊，对吧？是拍照啊，大志老师，你到店，对对，在店里。来，我刚刚教到大家的是什么？先定长度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来，我们先定好一个长度。对，就是剪鬓角的时候不要管它后面是什么样子，不要管它啊，你先把你这个大概它咬肌的这个位置啊，咬肌的位置，来看好了，各位老板。是的，咬肌总知道在哪里吧？教教我们拍照，这是另一个课程啊。拍照吗？菲菲啊，另一个课程啊，想不想学？想学吗？各位老板，其实杨老师的弟子每一年的弟子课的时候，我都会给他们放一些对拍照的一些技巧，各位老板。对，那个陕西的你不要造谣啊。二维码，这个陕西二维码应该是中过剪刀了还。嗯。什么意思？以前不是抽奖吗？中剪刀的。嗯。有印象。不好，你不好把我名声搞坏了，我还没结婚啊。到时候搞到结婚都结不了了。大周老师有颜色。大周老师有颜色，来高角度，我想让他两侧倾倒来，全部剪掉。对，现在杨老师本人还教吗？现在还教的啊。教的啊。以后会越来越少啊。教啊，一直在教啊，各位老板。七月份是杨老师的课程啊。对。对，是的。今年还是杨老师教啊，但是明年的话就不好说了啊。明年。只教导师课程给弟子班啊，是的，商业课程是我们团队的人。对，你们想学商业课还是杨老师教的话，你们就赶紧过来学，好吧？我们十月份过后，基本上我们就在回归店里面了。咱们还有三个月，在都在店。对，在这三个月里面呢，就咱们就那个，咱们就你们想过来就可以赶紧过来，好吧？不要错过了。一见钟情、啊，学校在杭州啊。对，到时候错过了，你们又后悔了，拍大腿了。哎呀，当初没报，不懂得珍惜，是不是？用户38503，你这个月报名的话还是24801啊？是的。七月份的话会上调。对。私信一下抖音客服啊，抖音客服。对，会上调到原价啊。这位老师没有课程啊，我们都是一个体系的啊。杨老师7月23号，现在最早只能预定7月23号的。各位老板，你们报杨康老师的课就好了啊，杨康老师的，因为我现在所有的体系全部都是杨康老师教的。对，我们现在。短发学几天？商业的话是4天3夜。角度。对。磨什么？我们现在做一个去角啊，不要让那个头顶的那个刘海那个位置太重。哦，可以的。这个月交定金的话可以的啊，下个月来学。是的，现在开始，老板好，可以。这个月报名的话是24801啊。我输一下给你们看一下。我有报庆姐的弟子班。可以。报我的课可能就是拍照啊、业绩啊，我都会给你们放，各位老板，都会给你们放。刘海我还没去呢。你可知道我是谁吗？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定金600米啊，用户3850600米啊，这什么刘海？这是不是圆形刘海？这是圆形刘海啊！我知道你是谁。
啊，我知道他是谁，西安的老学员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。老板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但是我有一种感觉，我应该是认识你啊、哦，你肯定不知道，我肯定知道，我肯定不知道，你说一个。对，你看是啊、哦，看不到了，来，你到这边。高脚的。西安的，对。怎么可能记得住啊？那你说我是谁？你说一下你是谁嘛，我就知道了嘛，一回生二回熟嘛，是不是、啊，老板？西安市组组长，等涂老师回来啊，我问一下涂老师，他是我组长，他是你组长，我也不知道你组长是谁。这个东西还有吗？不知道。有啊。不是，我说大周。怎么的呀？你那个地球，你找一下。哎，我去制造一个。你剪刀，你找一下，剪刀，我这里就可以啊。剪刀，昨天最后一盘那个，昨天第一盘的那个，你是那个戴眼镜的那个吗？啊，西安，戴眼镜这个女徒弟出师了，早就出师了啊。我现在你们有谁认识我的？有没有谁认识我的？是的。等一下，那我知道你是谁了。你在内蒙是吧？你是不是在内蒙？内蒙。内蒙。内蒙差不多近了，好像没有。得到老杨的精髓啊，不是的，体系是一个手法啊。用哪一个这个吗？美感都是各自的美感啊。嗯。戴森的吗？用哪个？戴森。老杨不是这么剪圆形刘海的，没有关系啊。大哥。能出来不就好了吗？我们都更新了，老板。你以为是你们先吃到螃蟹吗？嗯、是的，我们先第一个，我说是我们先吃到螃蟹的。要不一年交六万八，怎么交的？看一下庆姐划减，不要急啊，庆姐划的可溜了，我跟你讲。没有划不好，我们有很多老板划的好。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现在开始啊，你是内蒙的那个，你不是说要报电子班吗？哎呀，我在等着你做我师弟呢。杨老师减员是画 C 减，知道？那都是三年前。弄好了吗？弄好了，在这儿。我们直播间来给我放的，你拿这个，都是好几年前的手法，看到吧？你们想要剪刀的啊？刚才有人在问剪刀，还有那个学习的，好不好？那个剪刀课程的。这老师优秀，一看就是现场高手啊！你们截一下，你们要这个是视频的，六万课程的，想要我们的六万八米的啊。加这个就好了啊，你们截一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，金色黎明啊，金色黎明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小一哥有吗？没有吧？咨询课程的，想要划点视频的，想要剪刀的都可以这个啊。这就是倩姐平时在现场怎么做，就给大家怎么那个直播的啊。我们团队里面的啊，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啊。报，对，我报名必须护你，感谢老板啊。各位老板，学了杨老师的课程啊，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吧。对，我以前一个月只做7000多块钱。倩老板深藏不露，一看就是扫地僧级别的。来那个头低一点，对，这个你们剪头发有没有什么差什么感觉？头发比较多，没有差什么啊，剪完吹干的时候会擦一下。擦的时候我们会擦一些精油啊，知道吗？七六吹干啊，先修饰一下啊。三二一，你们要看吹干的是吧？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要剪刀吗？
这个亮感调一下啊、哦。四个一啊。这个发点视频没有拿到的也可以私信一下抖音客服、啊。实在不知道找人去，我也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吧。那个是客服，老板。感谢关注啊！把视频错过了，错过了。我要赚钱啊！明天来啊！我也要赚钱啊！我不得在直播间招几个师吗？哼，俩一起播。静姐说一下光线染。我们也是靠这个吃饭的呀。光线染是吧？哼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昨天的作品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希望各位老板能够理解啊。蹲了两年，第一次看女版老杨。大周，你把我朋友圈打开。这个颜色说什么？这个不能说那个啊，可以说个色号。给你看一下啊，我这个客人收了他8000多块钱。这个客人这个项目收了8000多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这个头发，对，8200多打完折，对，来做的是一个光线染啊，调亮一点，这个直播间的看着颜色不正，有点，已经很亮了，哦、只能这样子了啊，各位老板，这个就是光线染啊，就光线染，这我的朋友圈啊，我的朋友圈，是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就是苹果手机直出的啊，直出的。对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设计师做现场。平剪还能法剪，这是综合剪啊，我们专门设计，专门针对短发啊，我们裁剪头发就是一把综合剪就够了，就可以了。好的，下次我招一个老师空的时候，我给你们那个好不好？对。啊。因为那一会刚刚老师已经把那个纸货剪完了嘛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就是在调整我的结构分区啊，是跟那个谁学的，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我学完回来就变现了，就是那个 GL 郭靖，我确实是学他的一个光线染画六啊，给我的学过他剪头发什么地方，我们在杭州啊，杭州金色黎明啊，杭州金色黎明。因为那个徐佳玉他不是顾大姐，他不是找不到人嘛，啊，我就想让他找到一下我们。你和老杨啥关系？我们都是一个体系的啊，已经过去了，都是交了米的啊，都是交了地址费的啊。好几个项目，是吧？大灯烫，对，发尾烫，对，光线染，对，护理，对，底色，对，头皮隔离，各位老板，对，就看你们怎么去上啊。头发好色啊，妹妹，啊？过几天去看看杨老师，好的。过几天你要到7月1号之前啊，老板。对。7月1号到12号，我们在越南。我们在越南上课，老板。大师兄也是跟你们一起的吗？什么时候来？你要提前跟杨老师约好啊。大师兄，以前来过几期了啊？月底是不是有一期啊？月底对，啊，七月底有一期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最早的只能杭州，现在最早只能预定7月底的啊，7月23号的。对对对。
我们从那个七月份在那个越南啊。对。对越南，带我一起去越南哦。你们有人要去吗？有要去的可以一起啊。我们是七月一号。对，可以买。你可以那个同一时间的那个，你到时候在那边会所就好了，对吧？嗯。有培训班吗？有啊，有的啊。对。我们每个月都有课程啊，海北、北海、海北。是的。在杭州啊，杭州跟越南，你在哪里？我去。剪刀明天能到不？陕西的，你陕西刚结束啊课程。这个颜色挺好看的啊，这个颜色挺好看的，是吧？下次给你做一个啊，下次给你做一个，可以啊，很好看哦，这个颜色。你关注一下抖音啊，海北那边没了，只能来杭州了，那边是今年最后一次去了，对，以后只有杭州了啊，只有杭州。外地都没课程了，除了国外有课程，国内只有杭州有课啊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我看着像是棕色，具体的也不知道是啥色。怎么报名？你那个啊，抖音客服，你留个言，一会儿直播结束，那个回复你啊。七月份还有课吗？七月份杭州还有一期。7月底，7月23号。对。对，你们是吧？你们现在可以报名啊。最早的话，只能预定七月底的啊。对。杭州国内的啊。你尽可能今年来啊，早一点学，你们早一点会，对不对？早一点会，你们早一点超越他们。赚钱啊！这个月报名的话是明年去杭州复训，好，可以的啊。今这个月报名的还是2480啊。七月份的话会调上调。对。给他们介绍一下剪刀。好，你挂了吗？挂一下。没挂。这里搞一下。能挂吗？你试一下。我看一下能不能挂。给他们介绍一下剪刀。好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挂啊。理解你，就是我们看到老师咋剪头发，关注一下啊。没有啊。你找一下。少了一个一，不少啊，四个一，一个都不少的啊。哦，在这里啊。对，把剪刀给他们看一下，详细的给他们看一下。好。大家细。来，拿个小黑剪。这里没有。来，各位老板，这个是这个我拿把新的，这个、看的有点不舒服啊。您基础可以来学吗？有的，有基础班啊。技师生发型师的。对，哎，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是我们同款剪刀啊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定制的，对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啊，同款定制的。为什么这款剪刀好呢？因为这款剪刀是通过我们这个体系啊，我们来定制的。它这个剪刀有什么特点呢？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它这个材质是 VG10 的，各位老板有没有看得到？它这个是 VG10 的啊，一个材质。好，它的特点来了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看一下，从这个刀刃就是往后走的时候，再往前到中间的时候，
他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个带弧的这样子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有一个弧度的？是不是这样子有个弧度的？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，它是不是有个弧度的？对吗？这个位置它是用来划的啊，各位老板。然后前面这个端呢，前面这个位置呢，它是用来剪的。它这个弧度是不是没有？是不是没有什么弧度？它的刀尖是很硬的，对不对？是很直的，它是没有一个弧度的。那我们后面我们是不是能看到一个弧度的？这个就是我们体系通过我们的这个体系去特制的啊，定制的，通过设计出来的啊。真正的一把剪刀打天下，各位老板，可剪，可剪结构，可滑啊，可以打薄，也可以剪结构。这样剪不可以烫，可以烫啊。啊，各位老板，整个样子它是采用的 A 字剪啊，它这个颜值很高的。相知相惜，来看这个没有啊？外开四个。现在这个剪刀有优惠价啊，只需要238就可以了啊。多大的尺寸？5.5寸的，5.5寸的。为什么要设计5.5寸呢？第一个就是有很多，就是比如说地铁啊、高铁啊、飞机啊，飞机就不说了啊，可以托运啊，特别是高铁啊或者火车啊，它有的地方超过5.5，它这个刀刃到这个位置，刀尖它超过5.5就上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对吗？是不是？哎哎，这个尺寸刚好是5.5寸的啊！一年内有问题可以换新的。对，一年内可以换新的啊！不修啊！这个是238的啊，238，我们原价是298，现在238有优惠价啊，各位老板，好吧？你们要拍的话可以拍一下啊，颜值超级高的，你看。估计很快都没了啊！对，对，今天庆姐姐想要来这里啊，嗯，来。可不可以用来剪蓝发？也可以用来剪蓝发啊！截个图啊！可以用来剪蓝发，但是它这个刀尖啊，它不是纯结构剪，它就是干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跑头发。啊，它就是干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跑头发。这个刀尖，它不是一个纯 A 字剪，嗯。算说得上是一个小综合剪吧，啊，小综合剪。像我们平时在店里划的时候，那个综合剪，那个胖胖剪，对不对？那个胖胖剪它很宽，划不到这个发根啊。我们这个直接可以从这个发根开始划出来，因为短发玩的就是发根发中，是不是？你用胖胖剪，你发根打不到，所以还是会很厚。好，你们要拍的可以拍啊，各位老板。剪刀一年内可以换啊，一年之内可以换新啊，我们不修，只限一年内啊。小朋友在哪？现在下单有没有什么送的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，但是可以送你一个视频，划剪的视频，好不好？可以送一个划剪的视频，就是这个剪刀怎么划的，这个视频可以送到给你啊。平时，不是，我说那个小黄油，那个，看一下有没有链接，应该有，有的啊。我擦的是小黄油啊，各位老板。是的，各位老板，咱们好，视频在哪里呢？小黄油卖不卖？那个陈米呀、啊，就在二号链接啊。这个小黄油我做现成卖298啊，各位老板。对，你拍了之后，你拍了剪刀之后，你发个，就是你发个信息给我，你说你拍了剪刀，我想要划剪视频的，我们这边会给到你一个划剪视频啊。再把你的那个订单截图发给我们。就能领取那个滑剪视频的。不要堆头发。
小黄油也有啊，陈米啊，在那个小黄车里面第二个啊，就这个啊，这个小黄油有卖的啊，它这个小黄油是保湿的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不愧是做现场的，是的啊。那给直接联系客服你吗？那个把那个消毒给我拿过来。对，你先拍好，你先把剪刀拍好，拍好了之后，你把你的订单截给客服，就知道了啊、哦。看一下头发，这不是在给你看吗？啊、一直在给你们看的头发的啊。我这线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心我秀会没有啊。剪刀没有什么送小孩，我送视频，法检视频给你们。送法检视频啊？对。那个是送法检视频，是拍剪刀才送的啊，要不然你也没有用的。那剪刀不一样。对，你那个剪刀太锋利，那个剪刀一划一个坑，一划一个坑，这样会误导你的，好不好，老板？等你有了这种小黑剪，哎，你再过来找我们要这个划剪视频。嗯，厉害，扫地僧级别大 boss， 新老板厉害。和尚，你别夸，你啥时候过来看一下我们？和尚，你过来，我教你几个作业级的小技巧，超级好用。是的。如何快速的从对，从两三万到十三万，再到二十几万，老板。这个修道好吗？小黄油跟法力有什么区别？法力不保湿啊，小黄油保湿。对，就这一点区别。我喜欢就是柔一点的。就小黄油它不硬，你知道吗？法力太硬了。就杨老师剪的头发，它不自然。跟我剪的是，杨老师的结构会重一点，我的结构啊会轻一点多。我来把花。你想要的美感。学会了就谢天谢地。老板，你也可以来学华剪啊。我这么笨的人，我都能学会，你能学不会吗？老板，大哥，你从这个面看出来，这个面，嗯，特别好看，可以吗，各位老板？嗯，像不像剪三百八的感觉？可以吗，老板？直播间的有没有三百八？值不值三百八？感觉比老杨剪的好。嗯，你不要捧我，不要捧杀我，好不好，老板？嗯，可以。这削刀有卖吗？削刀不卖啊。削刀没有啊，这个你们去某宝上去找一下啊，去某宝上找一下。买剪刀。好吧，心中要有形就好了，老板。对，买剪刀。心中有形就好了，你用剪刀就好了。削刀它只是做一点点啊，局部的一个东西。太漂亮了，有没有牙剪？没有啊，我们剪头发从来都不用牙剪啊。你们拍平剪就好了，拍平剪，平剪是可以做滑剪。你看我们剪头发就这一把剪刀。对，也不换剪刀，而且很快就剪好了，我还放慢了速度今天。是的。结束了，老板们，来站起来，让他们看一下。结束喽！结束喽，老板，快不快？啊，用我们的体系快不快？老板，你还怕学不会吗？啊？能复制一个就能复制两个，能复制两个就能复制三个，主要是想看你想不想学，各位老板啊，不要老是找一些借口，好不好？就是自己再带一些耳机。如果你找第一天也找借口，第二天也找借口，你第一年也找借口，第二年也找借口。各位老板，你们如果做现场，一定要学会这一款头发。是的，你这一辈子都在找借口啊，所以不要找借口。可以做挑染，都是很好的啊。是的。因为我们做现场需要做业绩，对不对？对。单单是头发剪得好，你也要把业绩做出来，这才是核心，对不对？那以后头发不要留太长，太长了之后啊，你这个地方就太堆了。你看现在整个比例是3:1，脸变小了。你从侧面看啊，
脸是变小了，知道吗？脸也变长了。对，也变长了。你看你那会儿头发就很那个。嗯，好看。可以吗，各位老板？哎呀，还有380剪出880的效果，绝对比老杨剪的好。妈呀，各位老板，你们千万不要捧杀我啊！千万不要捧杀我。来，妹妹，你感觉你自己感觉这个发型你喜不喜欢？嗯，喜欢。啊，你自己感觉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喜欢的是吗？修饰了我的脸型。对，就是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你的脸型头顶一定要做加法，两侧一定要做减法。假如说你头发留太长，留到这里。还有一些就是那种从这里出卷的，都是相当于在做加法。你侧部做减法，顶部做加法，无论你剪什么发型，切记顶部做加法一定是适合你的，懂吗？嗯。啊，然后你也不仅仅是这一种风格，还有很多种风格都适合你，不单单是这一款啊。嗯。基本上来我们这做模特都是比较开心的，各位老板都是比较开心的。啊，这个模特不会打理头发，没关系的，他第一次剪短发，他学着学着他就学会了啊，各位老板没事的，他会的，嗯，他会的。你们拍一下这个小黄油啊，这个小黄油强烈推荐啊，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，对，很立体啊，这个小黄油呢，有这种湿发感，来，各位老板可以看一下，嗯，湿发感很强啊。发型没有问题，但是放错了地方，什么意思？怎么放错地方了，老板？视频剪过长。放到哪里？放到哪里呢？啊？美感无法同频啊，各位老板，咱们是这样子的，美感无法同频。可能我觉得这个你觉得不好看，那正常的，就好像有人喜欢穿裙子，有人喜欢穿裤子，它是一个道理啊，各位老板，它是一个道理啊。嗯，这个是什么颜色？油腻感也很强。对，是的，这个颜色很好看，很好看啊。嗯，它是有一点奶茶灰，但是里面有点橙的感觉。嗯，这个好用的，来，各位老板放心去拍啊，大胆去拍，放心拍这个小黄油，我强烈推荐啊。平时，我是298的价格，298的价格，卖给客人是298的价格，各位老板你们放心去拍啊。好，不跟你们讲了，我要下播了，要下播了，要不要拍？要不要？扁平的地方都堆积了，是的，它后脑勺很平很平的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看有多平吧，各位老板，看一下平不平，很平很平的，这个地方是单独做了一个圆啊，各位老板，单独做了一个圆，嗯。看看你家镜子，好的，好，妹妹。大周，你要不要拍照？你拍照吧。那我家镜子是这样子的。